烹饪回来，一海祥牛，我是阿牛。前两天都下大雨，因为这段时间很快到五月初五了，天天下那个龙泉水，好大雨，没办法赶海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海边这个海麻市，我们这边的那个海麻市，我们乡下叫浪麻市花，它在海边开的，它这个不怕盐水的，很漂亮，你看到没有？满山都是那个花，我们去前面赶海。这个海浪吹这个贝壳上来，很漂亮的。你看，这个都差不多变化石了，这几个壳也蛮漂亮，把它捡回去。你看，它在那个石头缝里面，退潮了，它都跑在里面躲在里面。啊，今天带的这个工具过来，哎呀，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太小了，不抓它了，小心一些。好了，我们去赶海。哎，你看，有个螃蟹在里面。你看，它在那里啊。一般啊。白天啊，它都躲在这里面的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抓出来。哇，把它夹。你看，青色的，哎，还是用手抓好一点。我感觉用做工具抓蟹是没有灵魂的。这海蟹啊，它就是比较干净的，那个脚，这些身体啊比较干净的。好了。今天开局不错，我们先继续。这海这个石头很漂亮，这里有个三眼蟹，你看，这个蟹一般它都是爬在那个沙子上的。啊，你蛮大了，像这种三点蟹，它都是比较大了，就像这种。好了，把它抓了。喂，你看，前面的沙滩这个水母这么大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帽子，哇，这个很稳准的。要戴个手套，看它。它就变这样子的。这个很稳准的，这个水母的。如果这个死了，我都把它抬上来。一百斤都有，几十斤可能会有。你看下面是这样子的，可能很多地方烂了，不过这个帽子还很漂亮。你看，好了，让它烂了。我们找一下。那边有一个花蟹，你看在石头缝里面，在石头缝里面，哇，很赞满了，哦，来拿上来，啊，开局不错哦，夹到我的两指了，哦，放进去。这个沙滩，这个石头啊，很漂亮啊。哦，这里有一张那个贝吧，我们把它捡回去吧。那这个网推上来，把它捡。哦，哇，一条石斑鱼啊！哇，哇，蟹一个，可能是。把它推下来哦，清晰。我就等着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条石斑。哦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就这么，很大一波啊。哦，
这个石板好像还有一点真相。哦，还在动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绑架了，这就死了。哇，今天运气爆棚了，发财了，小绿龙。好了，把它解开一下。哇，这张网还蛮新鲜的，看这个，好像也不是很重。哎呀！这个网管到它的，你看，这条石斑，那些可能是给那些石头啊、缝啊碰到它，就这样子。不过还有一点点洞，因为活性也不是很好了，还可以。这条应该不是很新鲜，不过拿回去腌着它也蛮好吃的，烧。搞那个咸鱼，哇！你看这里的石斑，三只斑哦，哇！今天发财了，好了，把它剪了。哎，这个网也把它带回去，拿到岸上丢了，爆桶了。两条石斑，还有两个青蟹，两个花蟹。哦，这花蟹也不错，一个还在，一个在那。不过这个桶有点烂了，装不了水。风落赶海每一天，喜欢阿牛赶海的，记得这四番蟹吗？给我点个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。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哦。